早夜蜜糖，我们一起分着吃吧。哎呀，这次轮到我的心事被你看穿了。当然啦，我度过了一个特别棒的生日，就像一只来到了谷仓的小鸟，被所有人的善意和温暖围绕着。不论是远道而来的花灵兰纳罗，还是我亲爱的朋友们。 我都已经感谢过大家了。不过，我注意到了，你果然还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吧？没关系的，不用紧张。既然你想要让它成为秘密，那我一定会相信你的判断。你可是我的花之骑士啊！ 你回来找我了呀！哎呀，这次轮到我的心事被你看穿了。当然，回想起来，每道菜肴都有令人惊喜的风味，就像不打开盒子就猜不中结果的雅尔达糖果那样。但我那时的心思却不在食物上，总觉得光看大家脸上的笑容就足以填饱肚子了。令我们幸福的不是盛宴。 而是氛围本身吧。你回来找我了呀？哎呀，这次轮到我的心事被你看穿了。好，说不定哪天的梦里，我就会来找你玩了。 喂喂喂，教灵院的大家专门邀请你去参加学术派对，你怎么都不露个脸呢？哈，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值得被邀请的事，那种聒噪的地方不适合我。得了吧，就连我这个不在教灵院的人都知道，你在历史批评和时政研究这两个专业圈子里小有名气。他们说。 你为这次的论文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与灵感，是个大功臣。这次庆功派对有你一半的功劳呢。是我记错了吗？你那地方叫缄默之殿，还是续锅之殿？你就别拐着弯子嫌我唠叨了。就算你不过去，派对上的大家恐怕不久后就会来找你了。你告诉了他们我在这里。没，这一点缄默我还是有的。 他们只是见我和你比较熟，托我来找你而已。唉，麻烦死了，带路吧。全都看见了。真是麻烦。手牵手。原来藏在这里呀。 这位绿墩墩，我有问题想问你。古董花灵仅是护佑甘露花海就已分身乏术，偌大雨林，你们又是如何守护长达百年的呢？小鸟，我们是花灵，平时住在甘露花海。 完那什么，总觉得对话重点被微妙的岔开了。
我太久没出花海了吗？都听不懂外面的话了，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You there, Leaf Hat. I have a question. The Pari find it challenging enough to protect the Vorukasha Oasis. How have you managed to protect a domain as vast as the rainforest for hundreds of years?Bird? No, I am a Pari. We live in the Vorukasha Oasis. Fauna? Rana? Something tells me this conversation is going nowhere. Oasis for too long? It's like I can'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the outside world anymore. Whatever he said sounded impressive, though. そこのぷくぷくグリーン、ちょっと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けど。ええ。私たち彼は甘露花界を守るだけで精一杯なのに、あなたたちはどうやってあんなに大きなウリンを100年も守ってきたの？小鳥ですって！私たちはカレーよ！甘露花界に住んでるの！バナ、何？なんだか微妙に話題がそらされた気がするわ。え、うん、わかったわ。高いからずっと出てないからかしら。何を言っ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らないわ。でも、なんだかすごそう。トロットントに、궁금한게있어。우리페리는감로꽃바다를지키는것만으로도벅찬데、너희는어떻게이거대한우림을수백년동안지켜온거야？새라니?우린감로꽃바다에사는페리라고!하나...뭐?어째대화의요점이묘하게어긋나는것같은데...아...뭐...그래?너무꽃바다에만있었나말을못알아듣겠어뭔가굉장한얘기같긴한데에이旅行者，风沙没有吹进你的衣袖里吧？快请在我身旁坐下，我在练习一首古老的曲子。我喜欢它曼妙的旋律，尽管它真正的结尾已在黄沙中遗失。过往我所做的，是重复演奏我能记住的段落，一遍，然后再来一遍。但今夜我正试图用我的理解为他附上一个合适的结尾。或许是热闹的花神淡季让心境发生了些许改变吧。我想有些故事适合被继续书写下去。
有些记忆即使模糊也不会改变其珍贵的本质。旅行者，风沙没有吹进你的衣袖里吧？听起来我们的花之骑士仍有些意犹未尽。阿如村离不开我，而我也离不开他。我很荣幸能与大家共度一段愉快的节日时光，但回归生活本身并不是件需要落寞的事。打起精神，笑一笑吧。看看天边的云，你就会明白，明天也一定会是个晴朗的好日子。旅行者，风沙没有吹起，愿今日的欢笑一直留存在你我心中。全都看见了，大家的欢笑声仍在耳边。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是和星空不同的盛情。啊，是你啊，和你见面后他干劲十足，甚至一次也没梦游，总算赶在花神诞日前完成了论文，一提交完就累得睡了过去。我看到他在论文最后的致谢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星星间的相互作用有时会对对方产生强大的助力，甚至改变行进的轨道。若从占星学的角度类比，人与人的交往也是如此。以笔者为例，遇到同频之人也许就能造就奇迹。至于我嘛，我会负责把这幅景象记录成画片，放去他的书桌上。老天盛情。